Hello， 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向日葵。今天我们一起去跟小狗玩什么游戏呢？欢迎回来，小狗们都想你了呢。我们今天跟小狗一起去沙地寻宝吧。记住骨头埋藏的位置，同时小心炸弹。我们要来挖骨头啦！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！在规定的时间内，尽量找出最多的骨头吧。宝宝们还记得刚刚的炸弹都埋在了哪里吗？我记得一共有四个炸弹。这里可是有时间限制的哦，在左上角可以看到还剩多少时间。被炸弹炸到会扣减时间哟。不小心挖到了一个炸弹，被扣掉了一点时间。现在还有三个炸弹，我们尽量不要碰到它。只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把骨头都找出来，就能顺利的过关啦。还剩最后的几个洞，不小心又挖到了一个，那旁边的肯定是安全的。还有两个炸弹，最后一个骨头会在哪里呢？好吧，最后我们只能二选一了。来看看你的表现如何。虽然挖到了几个炸弹，不过我们还是在规定时间内找到了所有的骨头。恭喜你获得了好多金币呢，请继续努力哟。好啦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游戏就先到这了。大家如果想要跟向日葵玩更多有趣的小游戏，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 FMT8 可乐姐姐。最后别忘了点赞还有订阅哦。我们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